好的预感，难道说是祭品？老师，一想到要和你并肩战斗，我都开始兴奋了。这种程度的眷族根本不值一提。以风纪委的名义，不够，不够，我还要更强。随风散落，又来了，小心。这种程度的战力，不要轻敌，集中注意力。在这里，原来是召唤他降临的祭品。快过来搭把手，没完没了的，实在令人烦躁。放心吧，不会吧，古神。